笑啥呀？没见过有钱人骑自行车出来的吗？这有没有钱呢，跟什么交通工具没有关系，主要看的是气质。啊！但是话得说回来，这人一有钱了以后特别麻烦，这个应酬不断，饭局不断。今天呢，约了一位大老板吃饭，哎，这时间也差不多该到了，我看看表，英国时间、美国时间、中国时间差不多了，用气质先压倒对方，撤。服务员。哎，哎呀，先生您好，欢迎光临。听好了啊，今天我的客人非常的重要，挑好的贵的给我上，明白不？明白。等会儿，来，小费。哎呀妈呀，大哥，这人家给小费顶多就100块，你一给就给块大金表啊！这，大哥，嗯，咋掉色呢？啊，哎呀，他掉不掉色无所谓，主要看的是气质。啊，大哥，你就说你要交代什么吧。这么的啊，一会儿我谈买卖，要谈成了，这个单我买；要是谈不成，那个单让他买，好不好？你要是表现好了，哥再给你个金戒指。那拉倒吧，您还是自己留着吧，我估计你这戒指也掉色，瞧瞧你那手很焦黄。你给等会儿，麻烦你把车帮我开下去。真能装啊，这服务员怎么这么多废话，真的。哎，这时间也差不多该到了吧，打个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是苏老板吗？喂，是我了啦。这小声挺甜的。那个，那啥呀，我已经到地了，你什么时候到啊？哎呀，你不要着急了啦，人家马上就到了啦。这一听就是个大美女啊。哇哇哇，大姐，我这桌有人了，你上一边哈去行不？凭什么让你给我上边。哎呀，这都离婚这么多年了，这动作依然很熟悉啊。哎，这怎么是你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儿在这儿，别耽误我啊。就你还能有重要的事儿？听不明白呀，这桌是我定的，约了个大老板。这桌你定的？不知道了吧，今天约的是一位美女老板，听说长得老漂亮了，那身材才好呢，都说是林志玲和安吉拉 baby 的合体，气人不？哎呀，来电话了。来了。喂，你好。喂喂喂，哎呀妈呀，喂喂，是我了啦，林志玲和安吉拉 baby 的合体了啦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咋是你的？哎呀我的妈呀，好像我知道是你似的。不对呀，我今天约的是一位瑜伽馆的美女老板，你这个形象够呛啊。再说你还穿个貂，知道是人不知道以为熊大出来了。不瞒你说，姐现在就负责减肥这一块。你可拉倒吧，你要是负责减肥呀，你那就是行骗子。瞧不起谁呀，姐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瑜伽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过来。不过。你过来。不过。你过来扶我一下，起来啊！你说你挺大个头，还学人家练瑜伽，
这瑜伽练的有意思吗？你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这动作依然很熟悉呀、啊。你能不能不这么暴力，温柔点行不？哎，我说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还这么不扛揍呢？说我不扛揍？我现在开了个武术馆，专门对付你们这些母老虎。就你这小体格，还开武术馆？哎呀，瞧不起我是吧？哼，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。走，走，走。天外飞，天外飞，天外上边飞去。我的天哪，我从进屋到现在我飞出去三回了，能不能好好坐着唠会儿嗑？行啊，坐吧。我斗胆的问你一句啊，你现在对你的现任也是这么暴力吗？现任？嗯。哦，那可不是，我对他呀老温柔了。你说吧，一提他我脸就红，一提他的脸就红。你说你这一提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气人不？多气人！你说啊，他一提脸就红，一提脸就红，臭不要脸。今天我就治治他。服务员。哎，咋了大哥？上菜是吧？不上菜，有个事儿找你帮忙。啥事儿啊？不是啊大哥，咋的呀？那我要是就大姐那体格的不得揍我吗？那不能，他只揍我。大哥，我也不会气人啊，我平时净受气了。来老妹儿啊，你看我浑身上下也就这些了，帮帮忙行吗？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我就帮你一把。熊大，别不好意思了，回头看看这位是谁。你谁呀、啊？我是他女朋友。你是他女朋友？对呀、啊，他就是我女朋友。女朋友。行啊苏豪啊、嗯、这么多年不见咋的，口味变了？对呀、啊、老吃红烧肉太腻了，现在改吃素了。苏豪平时特别忙，可他只要一有时间就会来陪我，我俩就特别甜蜜。哥，这活我可干不了啊！就为你这点钱，再把手给掰折了，多不划算！你自己干吧。哎，回来，回来呀、啊！哎呀，苏豪，你搁这嘚瑟半天，骗我呢？没有，他害羞，放不开。行了，别演了啊！演啥了？哼，就你那点事儿，我早知道了。知道啥事儿啊？你的武术馆开不下去了吧？我那武术馆明年该上市了吧？还上市了？你这牛皮吹的呀，太清新脱俗了啊！我就告诉你吧，我今天早就知道要和你见面。你知道跟我见面啊？哎呀，你就直说得了啊，别拐弯抹角的拉什么投资，你整来整去不还整我这来了吗？还找个服务员给你演戏，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啊，男人嘛，在商场里混，输啥不能输气质。你能不能脚踏实地一点啊？我当初跟你离婚不就是被你所谓的气质给气的吗？那我这气质在你面前有凸显过吗？行了，合同的事儿明天到我办公室来签。啊，
你愿意帮我呀？我不帮你谁帮你？那你帮我多少啊？100万。哇，这么多年还是你对我好啊。谁要让你和好啊？哎，臭不要脸的你。哎呀，就喜欢这种熟悉的感觉。哎，别走啊，你到底有没有现任？唠唠呗，回来。